我们是内鬼，回去！想干什么？这钟馗一直想要我的命，我先送他上西天。我转，把枪放下，不要错上加错。叶文川，你终于原形毕露了。你好，蔡大哥，你看，我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吃饭，我不知道厨房的菜够不够。 这个，玉兰妹子，没关系，这都不是外人，这家里有什么随便吃点就行，是不是，老四？对对对，随便随便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给燕先生打个电话，让他回来捎点菜。那个玉兰妹子，文川不在办公室，他在外面执行任务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他现在执行任务的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嗯、<笑>那吃什么呀？ 要不然我给你包饺子吧，你爱吃吗？饺子？嗯，好啊，喜欢。我们就喜欢吃饺子。那行，我去和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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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蔡大哥，您先坐着。麻烦于兰妹子吧。没关系。那个，两人一会儿说要去打牙祭，一会儿又说随便吃点什么。 蔡老四刚才还声称燕文川在办公室上班，现在娄海平又说燕文川外出执行任务去了。他们说话明显前后矛盾，窦婉如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燕文川可能出事了。姓燕的，我还真就不信你敢开枪，要不要试试？冷静点。 叶文局长，大人，麻烦你亲自去验一下尸。好，拿开。哎，要不要？ 大哥，哎，岳兰妹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这个《写莱芜士》这本书来看看。这本黑格尔的《法哲学原理》充满了辩证思维和人文关怀，实在是一本不错的书啊。黑格尔还写过这种书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哎，哎，哦。 啊，这本书在这儿呢，我拿错了呀！你看，这本书是办的。您还准备在这儿待多久啊？啊，我去看看海平在干什么。
确是唐世雄。唐世雄的尸体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让燕文川迷惑不解，但现在他没有时间来澄清这个谜团，他必须随机应变，为自己洗脱嫌疑。尚专员，您说昨天晚上唐世雄潜入你府盗走学人名单，可这死人如何复活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可能是情报有误。拿一个死人做文章，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站长，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是清白的了吧？你既然是清白的，为什么要挟持廖队长啊？廖忠虎屡次三番的陷害我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都是党国同事，相煎何太急啊。站长，住嘴！马上向燕副官赔礼道歉。你燕副官，刚才是个误会。廖忠虎，你记住了，再玩这种鬼把戏，早晚有一天你自己就会变成鬼的。你他妈给打了，打我！刘亮，干什么？想死啊？住！马上关在24小时禁闭。是。冲动什么？走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走。文川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是。唐科长，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。总之你没事就好了，你走吧。燕文川依然像做梦一样，但看着危机时刻保护自己的唐科长，他又想起田书记说的火鸟。两头蠢猪，害得我丢人现眼。专员，请息怒，发怒对心脏不好啊。此案不破，我没法跟伪作交代。专员，我看不如伪过于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在开会的时候，雷司令不是公然反对伪作的抢救学员计划吗？这可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啊。那份学员名单说不定就是他派人窃取的。证据不足。证据充足。第一，他有亲共言行；第二，他的部下和共党分子勾结阴谋兵变；他手下还有人向兵变分子秘密发放抚恤金；第三，在会上他公然表态不赞成抢救学员计划。还应该加上一条，他拥兵自重，勾结桂系，为所谓的和平运动推波助澜。专员，此事属实吗？我国防部的朋友透露的，绝。蔡大哥，燕先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啊，快了，应该快了。哎，玉兰妹子，我来。喂，哦，站长，是，什么？那太好了。对呀。我就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嘛，啊，是，我和老四马上回来。好的。
这是好消息啊，这坏消息啊？当然是好消息啊！这饺子还没吃呢，你让我先包完几个呀？哎呦，吃饺子当心站着，把你给吃。哎，吃饺子当心站着，把你给吃。哎，这别弄了，你急什么呀你？要不然你们先忙正事儿吧，饺子我改天再给你们包。啊，那行，那我们先就先撤了。哎，好好。那个改天我们再来看你啊。哎，蔡大哥，我不送你们了。哎，再见。两位大处长，谈谈你们对今天的事情的看法。站长，属下认为，有可能真的是有一个窃贼，他的相貌、体征和作案方式和唐世雄非常的相似。当然这种巧合有些罕见，可是还是存在的。海平啊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共产党知道唐世雄已经暴露了，而且抢在我们开棺验尸之前把唐世雄给枪毙了又埋进去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掩饰燕文川火山的真实面目。我觉得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？站长，我刚刚查过，从孙掌柜的报案，尸检结果一旦出来，陈公如就能发现唐世雄的死亡时间有问题。燕先生，您是燕先生吗？您是？我是唐哥的拜把子兄弟。他人呢？这是他留给您的信。谢谢啊。他人怎么样？您看了信就知道了。林先生，保重。我绝对不能开！他难道想让我唐世雄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吗？唐哥，你听我说，您和叶副官真没关系来了，那我们可以去劫狱、劫法场也行啊！唐哥，只要你允许。唐哥，唐世雄已经害了自己的恩人，绝不能再害自己的弟兄。对，是我。出车祸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在哪家医院？
好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走站长，走走走走走走。站长，那个，麻烦你们回避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在去做尸检的路上被车给撞了。谁这么大胆子啊？敢撞保密局的车？宪兵司令部的军车。你们俩伤的怎么样？还行，没事，没什么大事，没事。看来今天晚上做不了尸检了。老四啊，明天做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你们俩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一早做尸检。是。谢谢站长，谢谢站长。坐一会儿。因为一场车祸，保密局的验尸工作推后了一天。当天晚上。哪几个是没主的呀？没主的。那边那几个都是。男的。男的。那个，还有这个，都死了几天了呀？那个是昨天晚上送来的，这个有四五天了。今天的事儿不许和任何人说。是是是，说了躺这儿就是你。不敢不敢不敢。来，搭把手。挖着尸体了，大彪，去看一下。是。哎，大彪，我感冒了，鼻子不通啊，你歇着吧，我来。谢谢处长。我跟老四已经检查过了，死亡时间应该在三天以上。嗯，还有什么异常发现啊？我们发现死者的四肢都被老鼠啃过。看来这应该是唐师兄。站长。嗯。属下当年投笔从戎，为的是斩杀日寇，保卫家园。可是今天，今天却在和同胞自相残杀。住嘴！站长，请容属下说完。虽然我希望和平，但我是一名党国军人，不管将来局势是战是和，我都会为党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中正在元旦发表文告，
倡导和平以来，全国同声响应，乃时欲兼寻，战事仍然未止，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，人民之涂炭何有其极，应决定身先隐退，以一敏战消兵，解人民倒悬于万一。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，总统因故不能逝世时，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，于本月21日起，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，勿忘全国军民及各级政府共使京城，同心积德，亦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。假令共党果能有此觉悟，霸占沿河，拯救人民于水火，保持国家之元气，使领土主权刻真完整，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，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，在此原则之下，以致和平治功，此故忠正馨香。这样回座西口几天。对雷震山不必劳神监视了。尚传言，您的意思是？不是我的意思，是伪作的意思，伪作宣誓。雷震山骄纵部下，心存一致，对勘乱剿匪一贯敷衍搪塞，屡屡失职，并且串通桂系参与所谓的和平运动，分裂党国，阴谋与共匪讲和，实乃罪大恶极，故令尽速密财上报，蒋中正。烧了。是。上官爷，我们斩草除根。尚德元已经想好，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，他只能暗杀雷震山，完成委员长的密令。你看看，我早说过吧，和平大势所趋呀，啊，委座也是乐于接受的。师伯，您真的认为李代总统能够掌控全局？那当然。李代总统不仅是和平运动的倡导者，又是桂系的魁首。你想，由他坐镇，和平一定能够实现的。桂系魁首不假呀，可兵权却在白崇禧的手上，而且他们的关系也并非很和睦啊。这你也知道啊，这是公开的秘密啊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伯父，白崇禧担心李代总统全盘接受共党的和谈条件，进而损失到他们桂系集团的利益。他甚至担心将来李代总统会出任联合政府的副主席，把他这个和平运动的倡导者、大功臣给晒在一边。所以他坚持共军不能渡过长江。可共产党呢，早就声明了，不管和谈成功与否，必须过江。白崇禧希望隔江而治。你想啊，共党能够接受这样的军事割据，到时候国家分南北，那老百姓还不且折腾了，民众是不可能答应的呀。所以才要和谈嘛，和谈和谈，不谈怎么和呀？有些分歧那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我相信最终国共会在和谈条件上取得一致共识的。徐总部指令，京沪杭会战在即。江城虽然远离前线，但属于此次会战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。为了确保江防万无一失，对24兵团所有旅级以上干部的公司电话、信函和电报秘密监控。站长，
国共不是已经准备和谈了吗？怎么还要打呀？你相信和谈？两党之间的冲突能靠坐下来喝杯茶就解决吗？战争是解决一切纠纷的最佳手段。可是伟作已经通电下野了。是啊，伟作在西口钓鱼，他把总统宝座让出来了，那些异己分子是纷纷的浮上了水面。站长，咱们要监控到哪一级？最高级。雷司令也要监控？那还用说吗？上专员也不例外。是。对了，上德元不是在派人监控24兵团的军官吗？你跟韩处长打个招呼，有什么消息，及时向我们报告。这个上德元呢，眼高手低，他办事情我还真不放心。再说，不能让他把情报垄断了。属下明白。和平恐怕只是个幌子而已啊。此话怎讲啊？白崇禧、李宗仁，大约有80人左右，全是和平运动的倡导者，这其中也包括您呢。现在蒋介石要对雷震山下死手了，而策反雷震山又是自己来江城的重要使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保证雷震山的安全。尽管雷震山也意识到蒋介石会对自己不利，可是他忠于党国的决心却不会一下子动摇。燕文川也感觉不能操之过急，但是尚德元已经设计好圈套，要假借清党纪念日邀请雷震山视察部队，在车队必经的老虎嘴炸死这个主张和谈的兵团司令。尚老师，这个计划好是。文川哥，
他们该不会真对我爸下毒手吧？眼下不好确定，我只知道这份暗杀名单上都是些大人，特务应该会有所忌惮，但也不排除他们会冒险行动的可能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文川哥，你想想办法嘛！我仔细想过了。 眼下这个形势，我想伯父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什么？和共产党合作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爸怎么可能跟共产党合作呢？伯父是个正直的军人，只是眼下对和平运动还抱着幻想。等这个迷蒙破灭了，我相信他会醒。 那在这个过程里，你一定要保护我爸。那当然，吴小然，你也得做做他的工作，让他认清形势。我会的。还有，这个消息都是我在站里打听到的，你可千万不能跟你舅舅一样，那样我就自身难保。 董事长，嗯，你找的这是什么地方？太寒酸了吧！哎呦，我就是一个长工，哪能跟你比啊？你这一天到晚腰缠万贯、鱼翅鲍鱼的。我不是说你啊，啊，你是守着一座金山，还非要天天吃糠咽菜。吉思大队长的坚持，那可是肥差啊！你稍微花点心思，不就财源滚滚了吗？哎呦，可不敢乱说话啊！ 哎，哎，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你看你说的这个话啊，我们兄弟之间讲什么客气？说。哎，这个上德园啊，不是在你们那安插了几个人吗？啊，你这样，你帮我把他们盯紧点，他们有什么动作随时通知我。哎，这不都是你们保密局的人吗？自己人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那哪是我们保密局的人？ 那是姚鼎秋笼络的一帮地痞流氓，是我们站长啊，怕他们做事鲁莽，所以找你帮忙盯着点啊。行，小事儿，交给我。老首长，其实今天我也想找你帮个忙。哎呀，小子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有一批货，要从荣光庙的码头走，你能不能？ 这国共都和谈了，哪用着那么多军需品？再说了，我这是也分帮党国的忙。得了，你个千万别胡说八道啊！文川哥，咱们两个要不要跟我爸妈确立一下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你笨啊！小冉，眼下正是伯父的关键时期，你觉得这个时候说这些合适吗？ 那好吧，我听你的。那个，爸，你最近可小心点啊！我听文川哥说，可能有人要害你。<笑>他那也是小道消息，你也信呐？你像爸爸堂堂一个兵团司令，就是犯了法，也应该上军事法庭。那伟作能对我采取那种江湖手段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哎呦，爸。 我总跟你说你老不上心，这上次不还有人给你寄子弹恐吓呢吗？寄子弹怕什么？爸爸还吃过子弹呢。<笑>我觉得也不太可能。如果保密局要害你爸，那你舅舅不可能不告诉我。他可是你舅舅的亲妹夫。哎，爸，不管文川哥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反正你小心点儿。
妈，我说你，你也不劝着他点，就瞎起哄。喂，雷司令，明天是清党22周年纪念日，委座刚刚打过电话，让我和您黄参谋长到兵团各驻防要地视察，以示我党我军勘乱建国之决心呐。尚德仁，国共双方不是已经在北平开始和谈了吗？再大张旗鼓的宣扬抗乱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雷司令，和谈并不是意味着不要自卫，只有巩固国防，严阵以待，党国和共党的和谈才有筹码，否则那就不是和谈，是投降。好吧，我执行就是了。呢？上楼看书去了。嗯，是不是又偷偷给文川打电话去了？哎呀，这个文川呢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。怎么奇怪了？过去他对政治是从来不感兴趣，可是最近对时局是格外的热衷，说的还条条是道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保密局就是大染缸，它能不变吗？我先担心啊，年轻人把握不住时局，容易被人利用啊。别人利用他干嘛？你想试探试探我对党国是不是忠心耿耿啊？这难道是我哥派他来的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，连傅作义都投共了。那上面肯定对我们这些掌握兵权的人要严加防范。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？什么可能？他会不会是那边的？哪边？你是说共产党？啊，是他吧。有没有遗漏的？没有。记住，这是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察觉，内部人也不许透露。明白。罗处长，有您电话。谁打的？兵团情报处的韩处长，说有急事。嗯，我马上过去。是。严密监控。是。站长，要出大事了！这么慌张干什么？要出什么大事了？韩处长刚刚来电话，说上将年安排到他们兵团情报处的那几个人在偷偷的埋地雷。在哪儿埋地雷？老虎嘴。老虎嘴？老虎嘴是连接72旅战车团驻地和鱼口要塞的唯一通道。他们在那里埋地雷干什么？明天是清党纪念日，上专员、雷司令还有黄参谋长要去兵团各驻防部队视察工作，72旅战车团和鱼口要塞就在他们视察的范围之内。人是尚德元安排的，他们不可能针对尚德元。动作搞这么大，他们一定是想暗杀雷司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明天尚德元一定会找个借口临时取消视察，那么上路呢，只有雷司令、黄参谋长。这尚德元到底想干什么的？不，尚德元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是上面的命令，很可能是委座的旨意。